的台湾 Emir。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和郭玉琴合体开法文小学堂，一同帮远在巴黎的奥运国手加油。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就统整政治人物脸书的奥运相关贴文声量，发现互动数最高的前十名，通通是民进党的公职人员。总统赖清德抛出八篇贴文，获得14.3万次互动，位居第一。排名第二的王定宇五篇贴文有8.4万次互动，第三名郭玉琴16篇贴文3.8万次互动。前总统蔡英文排第四，但成效最好一篇文就有3.2万次互动，第五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2篇贴文有2.5万次互动。至于6到10名，依序是蔡其昌、洪生汉、林怡景、苏小慧以及屏东县长周春米。林玉婷受到了这么大的抹黑跟攻击，我们更应该当他的后盾，希望说能够不要受这一些外界的流言蜚语影响，打出最好的成绩。卓冠廷隔空鼓励拳击国手林玉婷，关心奥运赛事。国民党虽然不在声量前十名，但台北市长蒋万安2号特别拜访拳击国手吴诗怡家中经营的面馆，在留言板上写下诗怡加油，我们挺你。讲完也祝福吴诗怡能顺利拿下金牌，要帮他集气，他一定要拿到金牌，就不要给他压力了，他已经保底拿到铜牌了。不止蒋万安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在受访时向林洋配喊话，期许再次夺冠。我对这个林洋配啊是充满了希望啊，他是要这个赶快拿金牌，我们真的需要这一面金牌。奥运赛事热血开打，全民应援中，而绿营政治人物顺势搭上奥运热潮发文，大赚网络声量。三立新闻黄信成、王一德台北报道。